最后他进来跟我吻别，然后把车钥匙还给了我。大尼埃尔吗？是的，当时我和亚历山大在一起，可大尼埃尔跟没看见似的。谁？亚历山大。大尼埃尔知道你们俩之间的事吗？我曾经试图告诉他，可每次提起他就打岔。你的态度可以更明朗一些。他根本没看见亚历山大。也许他装作没看见，也许他真的不在乎，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。亚历山大的态度呢？他觉得很难过，很奇怪，对吧？很正常，他爱你就会妒忌。相反，达尼埃尔的反应却很奇怪。现在是17:12。现在是17:12。我感觉总是很谨慎。比如说一个愚蠢的例子，走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先迈右腿还是先迈左腿。再比如说数字，也许没有重要的意义，但是二对我而言代表孤独和分离，11也同样不吉利，因为1+1=2。相反，3代表爱，是个吉祥的数字。26代表上帝，27代表上帝和爱情，也就是完美的爱情。除了数字还有颜色，我也应该注意。颜色和数字有什么联系吗？当然有了，黑色就不吉利。所以要从它右边过去，而白色呢就可以从左边走了。玫瑰红比较麻烦，有时候应该走左边，有时候应该走右边。为什么呢？玫瑰红是红色和白色的混合色，我说了白色是吉利的颜色。明白了，那红色呢？红色代表爱情，当然也是一种疾病。当然了，那为什么有时要从左边，有时要从右边过呢？为了保持平衡。要记住这些规则也不容易。是的。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遵守这些规则，但是他们的确帮助我更好地去理解别人。
夫人，对不起，我是三层的雷卡纳提先生，我忘了带大门的钥匙了。我不明白您想干什么。我是马克雷卡纳提，夫人，我忘了带钥匙了，您能给我开开门吗？您是谁？雷卡纳提。谁说您是呢？我是说我是雷卡纳提，我不是我说的，难道还有别人吗？你好，雪文爷。你好，我迟到了，他来了吗？来了。哦，谢谢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怎么样？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知道自己迟到了，对不起。啊，没关系的。我来吧，谢谢。为什么不让小薇娅来呢？没必要麻烦他。好了，谢谢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守时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尊重别人的表现。对不起。你怎么样？还好吧？这个发型很适合你。我的发型没变。很好。很完美，你看起来精神也不错。不好。不过没什么，我不想抱怨，还是你说的对，我很幸运，什么都有，还住着一套好房子。你为什么这样？我怎么样了？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着你能来和你聊聊天，可总是不行。我不是来跟你聊天了吗？可以开窗吗？让我来吧。我已经30岁了，可什么也没干，甚至连一张文凭都没有。也许是因为我不需要工作的原因。你想找份工作干吗？我更想谈恋爱。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有。没跟男人在一起了。是的。几年了？时间不短了。你惧怕什么？孤独。这是唯一让你感到害怕的东西吗？还有一些词让我感到害怕，我从来不用。哪些词？比如说肯定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，我在家里等一个小朋友来，我跟奶奶说，我相信那个小朋友肯定会来找我玩的，我确信他会来的。可是他却没有来，我认为那是一个惩罚，因为我事先太肯定了，太自以为是了。那你如何表达肯定的意思呢？我想办法说的不那么肯定。马二伟，我想了解你的老师，我去跟他谈谈吧。你别管了，让妈妈去更好些。为什么？我不行吗？我觉得你太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了。上次你去找数学老师，跟他说我的作业太多了。你不就是这么抱怨的吗？那也不能就这么跟老师说呀，把他气坏了，倒霉的可是我。明白了，我什么都做不好。都拜了。河水毫无意义地流淌着，想念一个不想念你的人。你在干嘛？偷看我的信？信封上什么都没写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说爱是乱七八糟的。写得不错嘛，不知道是谁写的。
肯定是抄袭的。再说，是给你的吗？难道你有小情人？小情人？哦，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啊，恋人、爱人、未婚夫，应该怎么说呢？车明明是停在这儿的，我肯定。别着急，再想想，上次是什么时候用的？应该是昨天或者前天。那就是被警察拖走了。不，显然是被偷了。怎么倒霉的总是我呢？爸爸，别再烦我了。爸爸，干嘛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找到了，你应该感到很高兴。我发誓是停在那边的。怎么回事？啊，真是太奇怪了。走吗？好的，我们走。她比妈妈年轻吗？谁呀？给你写信的那个女人。啊？那信是写给我的？别装作无辜的样子。长得怎么样？漂亮吗？我真不知道是谁相信我。那就是你的学生了。无论如何，内容太愚蠢了。我想你已经过了读这种信的年纪了。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虽然我已经不再年轻，但是我精力充沛，也不需要去健身房锻炼。除了你，我的生活中没有别的女人。即便有，也不应该大惊小怪。你妈妈不也跟别人在一起吗？你可以去问问她为什么会这样。说得轻松。你别忘了，是她选择离开我们的。是的，可你并没阻止她。是的，我不想扮演受伤者的角色，这样对我们两个人都好。怎么回事？哎，等一等，他这是去哪儿啊？等一等，他干什么呢？先生，听我说。先生，等一等，您为什么还要走啊？他为什么要避开我呢？我只是想帮助他而已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呢。接着往下说，您说到了门、行人，您从来不会忘记这些吗？不，偶尔也会忘记。我也很痛苦，不然我不会来这儿。你认为没有了这些界标，自己就不再有趣了吗？是的，不然我就不存在了。不过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改变自己。是你，包娜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不，我没问你跟谁在一起，因为我不感兴趣。不，我觉得是你教会他监视别人的，让他听电话。我觉得我们过得挺好的，比从前好多了。如果你们是认真的，早晚应该让他认识。当然，前提是你们之间的关系的确已经很密切了。
伤心，无所事事，我发现自己喜欢对着云彩发呆，可他却不从云上下来。喂，不不，我没挂，我没这么跟他说。不，这是事实，是你抛弃了我们。不对，包呢，我一点也不消沉，我很好，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，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天上的云彩与我为伴。好了，我要挂了，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，再见。不，布鲁诺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们真的不能再这样了。不，你不爱我，真的，你只爱你自己，你真的很爱自己。是的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完了，你太爱你自己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连做梦都想成为你，好让你爱。布鲁诺真是个好人，有时候你做得太过分了。什么？你们要离婚？太好了，离就离吧，然后你就恢复自由了，和你自己在一起。是的，是这样。我不恨你，我们的爱情都已经结束了，完了，都结束了。真可笑。布鲁诺，是我，我要给你做人工呼吸，过来。不，你放开我！别赶走我，我要重新点燃我们之间的爱情之火。啊、嗯哦，放手！他是个无法抗拒的人，他让我无法理解。虽然我很喜欢他，但他的性格很糟糕。为什么？他待人的方式太奇怪了。如果他不喜欢他，可以毫不含糊地告诉他。他先说了不爱他，然后又给他打电话，说不想只做妈妈和情人，还想嫁给他。今晚你干嘛？什么也不做，你呢？嗯，我约了亚历山大去看电影，可是大尼埃尔让我去他家，他家离你家不远，我去看看他，顺便带你一段。不了，谢谢，我想散散步。真的吗？嗯嗯，那我去看电影了。再见。再见。你看，捡到一把断了一半的钥匙，是很不吉利的预兆，必须找到钥匙的另一半。我坚持去找，结果找到了。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觉得跟Juan 相比 ，Frida 更公正、更严厉，也更冷静。可是 Juan 没有那么理性，更具有神秘感。所以我喜欢朱安，他能把什么都混在一起，活人、死人，还有梦。也许我表达的不够清楚，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在火车里非常认真地看朱安的自传，最后没想到趴在书上睡着了，还做了一个梦。说说你的梦。为什么？既然你也读了心理分析方面的书，肯定明白梦对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。当然。你让我觉得很尴尬，我们现在谈的并不是梦的问题。我只是要求你把梦见的东西告诉我。没错，然后你想分析它，坦率地说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你这样。我来这儿不是接受你的判断的。
没错，我还没结婚。瞧，我说对了。可这不是理由，你知道我愿意单身。哦，当然没问题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就一个小问题好吗？如果今天晚上我请你和我共进晚餐的话，你会怎么回答我呢？我回答不。哦，不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想背叛心上人吗？是的。可是你可以不告诉他，就一顿晚餐。考虑考虑。你不明白我对他的爱有多深，而且如果他改变对我的态度，让我从他的生活中消失，虽然不符合逻辑，但我不会忘记他，而会继续爱他，就是这样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那么今天晚上不行了？不行。你好。你好。上去吗？上。去几层？三层。那你比我先到。再见。再见。您是来上课吗？是的。您事先没预约吧？啊，太好了，否则我要后悔了。如果我没搞错的话，您打过电话，对吗？是的。我还记得您的声音，您叫什么名字 ？Angela。哦，非常抱歉，我的记性不太好。啊，对了，您是想现在就定个日期，还是再给我来电话呢？您是不是已经学过一点？是的，不过我从来没有拉过大提琴吗？是的，我从来没拉过大提琴，只是弹了两年钢琴。明白了，礼拜二六点，到时候再说，好吗？好的，到时候再说。坐电梯吗？我走下去。再见。再见。当我看见他的时候，觉得非常奇怪。他很腼腆，穿着一件绛红色毛衣。住的房间门牌号是3，我们见面的那天是27号，知道吗？人可以说几次我爱你，一辈子也就一两次，不能每天都说。可以对不同的两个人说一两次，总共也就差不多4次。不知道，我觉得爱情是非理性的，跟魔术一样。现在握住琴弓，注意不要握得太紧，好吗？我今天真的不行。哦，没事，还行，再来。我有点心不在焉，注意力集中不起来。深呼吸一下，不要憋气，注意不要握得太紧。好好了，加油，你能做到。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也许出了问题，还是不要想的好。好的。有这么多吉祥的征兆，我不可能忽视他们的存在，那样就太傻了。
只有一件事很奇怪，几个晚上以来我在梦中梦见他处于可笑的境况，可是每到最幸福的时刻，也就是他就要亲吻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害怕，从梦中惊醒，差点喘不过气来。是的，无法再呼吸，害怕极了。没有什么奇怪的，我认为你是在拒绝丈夫的无能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没结婚呢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说话太随便了。你继续吧。我让你觉得烦了。我不明白，他忘了你们的约会吗？人都有健忘的时候，我想他脑子里一定有别的事情。你的心理医生怎么说呢？他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在试图解决我和妈妈之间的问题。总而言之，我不知道去他家里应该说些什么。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，一切都是生命中前几年决定的。谁能记得小时候的事情？是。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，你考虑的太多了。你现在是想的越来越多，做的越来越少。你说的非常对，所以我约了他去喝咖啡，决定向他表白。心理医生？不，马可。对不起，我们是不是见过面？是的。你应该到我家来上课，我们约过一个日子，对吗？是的，昨天下午。对，昨天下午6点。您为什么没来呢？我没能来。那您可以打个电话。我忘了，对不起。我也正好忘了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重新定个日子，下周二同一时间好吗？我要走了，因为我要等一个人。好了，再见吧，回头见。那好，回头见。好，笑一笑。你好。你好。夫人。什么事啊？对不起，门牌号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？今天上午贴通知了，您没看见吗？看见了，
您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就给我11号？我不喜欢。为什么要先问您呢？从前虽然没有门牌，你也一样是11号。不对，我从来没用过这个号，我不喜欢11，请你另外给我一个。这我可就没有办法了。那位可怜的先生是13号呢，那他怎么办？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如愿。很好。再见。你有什么事吗？能跟你谈谈吗？我现在有病人，你明天再来好吗？不，就现在。在这儿等会儿。放你的鸽子了，让我去公园里约会，太可笑了。你不想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吗？不想，我知道他是谁。谁？他是谁跟你没关系。那说明他很丑。你说什么？他很丑。不对，他长得很可爱。那你还等什么？去吧。我无法想象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。我不会结婚的。这是你说的，可我认为你连恋爱的能力都还没有，因为你害怕谈恋爱。对不起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根本还不了解我，你就可以说我不懂得爱情吗？你认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一个男人吗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这样。可是你不应该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。还有上一次你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人了。我没有弄错。你有。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我，你没有权利对我做出判决，也没有权利对我说我从没爱过一个人。而且我不希望别人用这种态度对待我。我必须声明，是你的态度不够好。为了赢得同情，你装得很脆弱。这是你用来获得周围人们的注意力的方法，以便他们跟你一样注意数字、线条、颜色等等。真可怕。你的目光很凶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。你看不起我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太好了，可以不用再来了。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当面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再来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绝不会再来了。给你的钱，拿走。这才是唯一让你感兴趣的东西。也许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我真不能来找你了吗？这样更好些。奥利维亚，我不能再住那儿了，因为我讨厌这个数字，11代表孤独。不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本来不想打扰你的。我必须得告诉你，他结婚了，有一个女儿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赴约，为什么跟我聊完了以后又改变了主意呢？
也许是我让他感到失望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。啊？是的，我在电话亭里。不，没事的，别担心。没事了。对不起，我要挂了，因为有人排队呢。再联系，再见。需要帮忙吗？请问有心理学方面的书吗？在最里面的桌上。谢谢。不谢。什么？是真的。他太可爱了。你怎么给他打扮的？你知道吗？简直太难看了。难道我不漂亮吗？来吧，孩子。你说话太不留情面了。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吗？我来吃午饭。晚上在这儿住。我的房间还在吗？那套房子我实在不想再回去了。你的房子很不错呀，是你太自私太任性了。我没有任性，是很伤心。都是因为我的房子和其他很多事情，你也无能为力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好。安琪拉，我一直都很爱你，为了让你更幸福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你去哪儿？我还在跟你说话呢，可你站起来就走了。我去接电话。那你就不能说对不起，我要去接电话吗？你不懂，什么事情都不懂。你说什么，安吉拉？你这种态度是不拿我当亲人看？你不大声招呼，站起来就离开，这样会让我受伤害的。你知道吗？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谁的帮助？我不明白你说的是谁。你们所有人。联系上了吗？联系上了，别担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明天我陪你去。睡觉吧。我来早了。哦，没有。
哦，是你啊。你怎么样？工作得很辛苦吗？我刚才正在做梦，梦见了一个女孩，但不知道她的名字。好像她今天应该来上课。你的记事本上没有记录吗？我老是忘了记。咱们做点吃的吧。不行，我要走了。去哪儿？我约了个朋友去看电影。什么朋友？马迪罗，我们认识一段时间了，还没有订婚，只是普通的朋友而已。明白了，告诉我他是干什么的。摇滚乐队成员。星期六他们要在附近的一家夜总会演出，来看看吗？好吧，到时候就明白了。嗯。偷你5万。什么？偷我5万？是的，5万里拉。晚上得看电影，吃披萨，冰激凌。你回来就是为了这个？不是。做个好梦。不，你先别走。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不仅仅因为我是你的父亲。好，说吧。很多疾病是与性关系有直接关系的，除了性传播，其他的渠道是不会传播的。好了，我要说的就这些。做个好梦。你喝咖啡吗？哦，谢谢。你欠我2000里了。对不起，我身上没带钱。您是新来的，我欢迎您。谢谢。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没有教养，但是你的确太漂亮了。我可不知道。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有恋人吗？没有。当然，否则你也不会到这儿来了。如果长得漂亮就不要隐藏起来，否则就跟假装成穷人的妇人一样了。我觉得他们那样很讨厌，您认为呢？礼拜五再见，还有事吗？没事。能跟您聊聊吗？可以。我有点局促不安，有时候觉得自己太差了，可不知为什么还是来上课了。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对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因为我缺乏勇气。我发现您很腼腆，经常是机会选择了您，可有时候也得助机会一臂之力，否则。谢谢。有事吗？你还欠我钱呢，这样可不好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要这么着急还。当然，老不还的话，很容易忘。屋子里有点乱。有钱人家孩子的典型习惯，因为他们知道会有人收拾的。哦，真漂亮。这一定很贵吧？你在干什么？哦，别紧张，我只是拿回我的钱。再见。收拾下房间，这实在太乱了。
现在你别无选择。你现在的状况就像一个在做自由落体的人一样。挺美的画面。没错，可必须要有降落伞才行。你是自己做的决定还是别人强迫的？当然，之所以到这儿来是因为你需要帮助，跟这所有的人一样。这些你不用再说了，我只是来休息一下。那就度假就行了。就拿情况跟你一样的人来说吧，不能让他有拒绝帮助的可能。否则会使他使他怎么样？发疯？得精神病，其实意思是一样的。我想说说自己的感受。如果我感觉自己失去了自控能力，但还能发出指令的话，那样我就会写到，不管我说什么，请替我做决定。我给皮耶洛打电话了。哦，皮耶洛，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呢？我不记得了。你怎么样？你呢？我不想拿我的问题来烦你。我没病，你知道的。那天我终于决定抛弃达尼埃尔了。很好，做出决定了。是的，可是当天晚上亚历山大对我说，他不想跟我在一起了，他不再爱我了，他知道达尼尔的事了，达尼尔也知道他的事，他们俩都不吃醋。我很失望，我已经3天没去上班了，不停地哭泣。哭会好受些吗？不，我很难过。你知道今天他是怎么做的吗？他看见我后，他居然换了一条人行道走。他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不，别这么说，我觉得你真的没做错什么，你是一个心肠不坏的人。可我不停地想他。想达尼埃尔还是亚历山大？亚历山大。如果你想他，他也会想你的。你好。你好。等会儿。给你这个。谢谢。但愿跟你写给我的诗一样美，因为我喜欢你，非常喜欢。这些信是你写的吧？不是我，很遗憾。你好，你做出点表示，跟我说说话，春天的笑脸。让我们共同迎接晨曦，倾听美好的声音，春天的笑脸。这些都是你写的吗？是我抄的。真可笑，我为你感到羞耻，你可以做我的父亲了，明白吗？非常抱歉，我想我是误会了，我还以为是你。以为我会跟你睡觉吗？不不，我只是对我收到的东西做出答复。老实说吧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老男人。不，等等。讨厌的伪君子。哦，不，听我说。别碰我。这是什么？是诗吗？日本经文。你信吗？是的，我相信爱情。啊，你结婚了？还没有。那他叫什么？谁？就是你想嫁的男人。他叫马克。哦，是吗？他运气真好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有时候说话不加考虑。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？你的他肯定知道，我刚见你的时候很吃惊，因为你看起来是那么伤心。没有。有，我向你保证。你不要担心，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嫁给他的，是吗？
不知该不该祝福你，我虽然结过婚，但一个人更好。哦，我们还没做过自我介绍呢。莎娜。Angela。夫人。我长得怎么样？不太丑吧？别人告诉我你到外面散步来了。你好，乐维护士。你好。乐维护士对我的帮助很大，没有他我不知该怎么办。啊，夫人喜欢赞扬别人。他看上去很好。啊，稍微有点冷。我们走吗？好的。再见。再见。振作起来，不能听之任之，否则没有人会管你的。看呐，你别装成一副无辜的样子，你不过是个小偷，你吸干了我的血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回到你老婆身边去，我恨你。你看见了吗？真伤心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看我还是不要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请等一下。他父亲是个很有钱很有影响力的大人物，跟妻子同时被押往集中营，后来再也没有回来，家庭的财产当时被纳粹分子查封了。为了能把这些财产拿回来，莎娜一辈子都在斗争。最后我们成功的拿回来了。本来可以放松一下，但是烦恼也跟着来了。然后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坏。可是他为什么冲你生气呢？这个很难解释，但我觉得他把我想得过于理想化了。以为自己爱上了我，可是我是个有夫之夫。很久了吗？是很久了，但是我爱我的妻子，非常爱。这跟传统上的一见钟情可不一样。是吗？是的。起初他什么都不想知道，后来。然后呢？然后。然后，然后，你能来，我觉得很高兴。不是9:30就应该开始的吗？是的，马上就开始。喝啤酒吗？不，谢谢。没有人，我觉得很吃惊。观众总是来得很晚。马丁，马丁，这是我爸爸。马丁，一会儿要演出吧？嗯，怎么晚了呢？跟你说了，马上就开始了，又不是演歌剧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喜欢他吗？人不错。为什么他们戴着耳环？不知道。我只是想知道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。Los faltos van pedos
脑袋都要爆炸了，耳朵也很难受。说明有人在想你。我玩得很高兴，他们很有活力。哦，对了，替我向马迪尔，他叫马迪尔。怎么了？车子没了，被人偷了。你肯定在这儿吗？当然了。好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。我的车被人偷了。跟我没关系，这儿每天都丢车。那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只是帮人们找个停车位而已。抱歉，我不可能记得每一辆车的主人。那我活该倒霉了。没关系，正好借此机会换一辆。嗯，真遗憾，那辆车的车况还挺好的。妈妈说的对，她觉得你有点吝啬。你说什么？这跟吝啬没有关系。那辆车我用了很多年了，是我在做梦。我看见一辆出租车。我干什么？不，不打出租。我们不打车，我们走路。反正也没什么急事。啊，对了，你妈，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吗？嗯，她说你懒，浪费了你的才华，因为她觉得你具备成为独奏家的一切素质。就我，见着人多就害怕的人能成为独奏家？总而言之，别担心，我爱你。如果你成名了，就会变得讨厌了。吵醒你了吗？我刚才正在做梦，我梦见和姑姑坐在一张大沙发里，还有她的一些朋友，他们是来喝茶的。我正起身要走，他们就对我说：你真漂亮，萨娜，你都长大成人了。这不可能，我当时很胖，臀部也很大，我羞愧得要死。我小时候真的是这样，幸亏长大以后我慢慢的瘦了。我喜欢沙发，一直都喜欢沙发。这房间里没有沙发吗？太遗憾了。你帮我跟负责人说说，我付钱没问题，钱我有的是。真的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。对不起。好的，我知道。好，就这样。对不起，我想问你，你看见萨娜的状况了吗？出什么事了？她跟你说了什么？她什么都没对我说，因为药物让她完全变成了个白痴。她服的只不过是些镇静剂而已，你看见了。当她情绪激动的时候，会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。再说，这跟你没关系。到这个地方来有什么用呢？如果你不能改变她的状况，还不如把她送回家去。只要她愿意，我们一定会送的，可是很明显他还没有准备好。你们永远不会认为他准备好了，因为你们对他完全没有爱。爱情是一剂良药。爱情？你们总是把爱情挂在嘴边上。可是爱情也可能是灾难的源泉，必须谨慎对待，因为人们并没有随时准备好接受爱情。目前莎娜就不行。坦率地说，你也一样。好了，够了，我听懂了，谢谢你的坦率。你们太狂妄自大了，你们怎么可能从来不怀疑自己，对自己永远都是那么自信呢？
拉得很糟糕吗？不，你拉得很好。可您看上去不满意。不，不是的。我刚才是在想你真的很年轻。很年轻？嗯，我是想说你很有才华。也许某些章节你拉的是有点过于造作，但总体来说你拉的很不错，相当好。晚上好。嗯。哦，等等，对不起，我有一些话，我有一些话想对您说。虽然这不太符合我的性格，但最近这些日子我经历了，我想跟您约个时间聊聊。聊聊？是的，我想试试，也许我并不需要，不知道，反正很方便，我们是邻居嘛。很遗憾，如果住在同一层的话就更方便了。我并不是想干你的工作，不知道我们之间无法互相了解，也许您该再考虑考虑。好的，您说得很对。必须承认，我也觉得很不安。我觉得总是在听同一个故事，大家付给我钱是在考验我的耐心。你好，我睡了很长时间吗？是的，也就是说你说对了。很高兴你能照顾我，我爱你。你的朋友来看你了，我叫他进来吗？你好，安吉拉，怎么样？嗯，哦，我给你带来一些东西。哦，谢谢。乔瓦娜也来了吗？他马上来，他跟布鲁诺喝咖啡去了。哦，布鲁诺也来了。嗯，他坚持要来的。我住的楼里有套房子空了，那儿光线很不错，我去看看吗？不知道。几层？四层。不，不用了，我还是喜欢小房子，感觉更安全一些。安吉拉，真是很抱歉，我不知道你病了。昨天晚上我梦见他了，他到这儿来看我，问我为什么不去他家上课。我告诉他我很想去，可他们不让我去。非常不幸的是，他不相信我。我们去走走。他离开了他的妻子，然后搬到了我家。突然我受不了了，让他搬到别的地方去，他就搬走了。起初我有点难受，但现在觉得很轻松。我明白。Il mio amore non c'è ragione, perché è bubino oro, perché è bubino oro. Ma nessuna mi ha mai detto sono pazza di te, ma nessuna è grande come te.
每个星期天都会运来两三辆，年轻人偷的，因为晚上他们要去夜总会，然后又扔掉了，还不如坐公共汽车呢。你看见过他们坐公共汽车吗？再说那么晚了还有吗？开玩笑，他们之所以把车给扔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办法回家，偷车只不过是他们商量好的。年轻人可真是难以理解啊。车在那边。我总是走左边，所以才救了自己的命，可爸爸妈妈他们从来不管这一套。你觉得他们今天会来看我吗？等我再投胎的时候，我一定做个好人，再也不干坏事了。你是心理医生吗？不是。我现在需要找个心理医生看病，是神父跟我说的，他说我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，我只是路过的。不打扰你吧，我要走了，来跟你说再见的。我不觉得奇怪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待在这儿。没想好之前我不想说，今天我想好了，请你千万别告诉别人，我不想做过多的解释。我不喜欢你走，你是这儿唯一可以谈心的对象。你也是个好人，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你想，谁让你留在这儿的？没有人。那么到我家去住几天吧，我们去看电影，聊聊天。如果你感觉不好的话，那么我们还可以再回来。谢谢你，亲爱的。我是一个病人，病得很厉害。我也一样，所以我才想离开。公共汽车来了。是的，我看见了，快跑吧。来，快上啊。不，下来下来。哦，下来啊。怎么了？你可真有意思，到底怎么了？非常抱歉，我们坐出租车吧。出租车？去哪儿找出租车？到罗马很贵的。没关系，我来负担。你这人可真够怪的，坐公共汽车会让我难过。小姐，我是雷克纳提先生，大提琴老师，我们在公园里见过面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对不起，您是进城的吗？是啊。求求您捎上我们吧。没问题。来呀，别呆着不动，干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上一次你怎么又没来啊？身体不舒服。那么以后你会来吗？不知道。很奇怪，我今天想到你了。你不用说了，这小姐有心上人，她爱的是别人。她叫什么来着？马可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因为这名字很好记。快停车，我要上厕所。
想喝点什么吗？不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可能有点冒失。是你给我写过信吗？是的。那些信虽然有点怪，但对我帮助很大。希望没有给你惹什么麻烦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。现在已经不是了。信里的语言很美。是中国诗歌吗？日本的。你们可以走了，我要留下来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马二伟，他很高贵，也很脆弱，惴惴不安，很温柔。不知道我今天碰见他的时候，感觉是第一次见到他似的。他跟一个有点古怪但人很好的女人在海边，肯定是他的朋友。我不知道他在那儿干什么，好像是专门在等我似的。奇怪的是，在去领汽车的火车上，我梦见他了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。这样我觉得更幸福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在这儿很好，没有限制，受到国王般的待遇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孤独。可是现在有你们，你们会来看我的，是这样吗？当然，我会回来看他的。不，别傻了，让我向他坦白，说我喜欢你，我想见你。这太幼稚了，不，不行。好了，别担心，我自己会处理的。行了，没关系的，相信我，我能做好。让你单独和他在一起，我不放心。他这人看起来好像挺傻的，他是谁呀？他是教大提琴的。教大提琴？没见过这样的老师。你注意了吗？他连衬衫都没穿。哦，他来了。他是个很有风度的男人，我从没见他随便的搭配领带。你先给我垫上，以后我还你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看见你很高兴。真的吗？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会的。跟 Marco 的事一定会很顺利的，相信我。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我送你回别墅。好，我们必须马上出发吗？不，不一定。对不起。什么事儿？您看见两位女士了吗？一个棕色头发，另一个啊，看见了，几分钟之前他们刚刚走。哦，哎，你去哪儿？你要干什么？回家。
走回去不太明智，太危险了。我喜欢走路。听我说，也许你不相信，但是我给你回过信。真的，我向你保证，但是发生了点小误会，我给一个跟这事毫无关系的女孩回了信。上车吧，我先送你回家，然后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再散步。别坚持了，我哪儿都不想去，只想单独待一会儿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谢谢，什么人都不需要，请走吧。我跟你说了，请走开。好了，没汽油了。谢谢，我们似乎运气不错。我觉得好像在上坡。是的，我也觉得好像在上坡。再加把劲儿，马上就到了。这样好不好？艾丽珊娜的态度呢？她觉得很难过，很奇怪，对吧？很正常，她爱你就会妒忌。相反，丹尼埃尔的反应却很奇怪。17:12。我感觉总是很谨慎。比如说一个愚蠢的例子，走路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先迈右腿还是先迈左腿。再比如说数字，也许没有重要的意义。
但是二对我而言代表孤独和分离，十一，也同样不吉利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。相反，三代表爱，是个吉祥的数字。26代表上帝，27代表上帝和爱情，也就是完美的爱情。除了数字还有颜色，我也应该注意。颜色和数字有什么联系吗？当然有了，黑色就不吉利。所以要从它右边过去，而白色呢就可以从左边走了。玫瑰红比较麻烦，有时候应该走左边，有时候应该走右边。为什么呢？玫瑰红是红色和白色的混合色，我说了白色是吉利的颜色。明白了，那红色呢？红色代表爱情，当然也是一种疾病。当然了，那为什么有时要从左边，有时要从右边过呢？为了保持平衡。要记住这灵没变。很好，很完美。你看起来精神也不错。不好。不过没什么，我不想抱怨。还是你说的对，我很幸运，什么都有，还住着一套好房子。你为什么这样？我怎么样了？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着你能来和你聊聊天，可总是不行。我不是来跟你聊天了吗？可以开窗吗？让我来吧。我已经30岁了，可什么也没干，甚至连一张文凭都没有。也许是因为我不需要工作的原因。你想找份工作干吗？我更想谈恋爱。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有。没跟男人在一起了？是的。几年了？时间不短了。你惧怕什么？孤独。这是唯一让你感到害怕的东西吗？还有一些词让我感到害怕，我从来不用。哪些词？比如说肯定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，我在家里等一个小朋友来，我跟奶奶说，我相信那个小朋友肯定会来找我玩的，我确信他会来的。可是他却没有来，我认为那是一个惩罚，因为我事先太肯定了，太自以为是了。那你如何表达肯定的意思呢？我想办法说的不那么肯定。马二伟，我想了解你的老师，我去跟他谈谈吧。你别管了，让妈妈去更好些。为什么？我不行吗？我觉得你太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了。上次你去找数学老师，跟他说我的作业太多了。你不就是这么抱怨的吗？那也不能就这么跟老师说呀，把他气坏了，倒霉的可是我。明白了，我什么都做不好。河水毫无意义地流淌着，想念一个不想念你的人。你在干嘛？偷看我的信？信封上什么都没写。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爱是乱七八糟的。写得不错嘛，不知道是谁写的。肯定是抄袭的。再说是给你的吗？难道你有小情人？小情人？哦，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啊？恋人、爱人、未婚夫应该怎么说呢？车明明是停在这儿的，我肯定。别着急，再想想上次是什么时候用的。应该是昨天或者前天。那就是被警察拖走了。不，显然是被偷了。怎么倒霉的总是我呢？爸爸，别再烦我了。爸爸，干嘛？
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找到了，你应该感到很高兴。我发誓是停在那边的。怎么回事？啊，真是太奇怪了。走吗？好的，我们走。她比妈妈年轻吗？谁呀？给你写信的那个女人。啊？那信是写给我的？别装作无辜的样子。长得怎么样？漂亮吗？我真不知道是谁相信我。那就是你的学生了。无论如何，内容太愚蠢了。我想你已经过了读这种信的年纪了。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虽然我已经不再年轻，但是我精力充沛，也不需要去健身房锻炼。最后他进来跟我吻别，然后把车钥匙还给了我。打尼埃尔吗？是的，当时我和亚历山大在一起，可打尼埃尔跟没看见似的。谁？亚历山大。打尼埃尔知道你们俩之间的事吗？我曾经试图告诉他，可每次提起他就打岔。你的态度可以更明朗一些。他根本没看见亚历山大。也许他装作没看见，也许他真的不在乎，我不知道。这些规则也不容易。是的，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遵守这些规则，但是他们的确帮助我更好地去理解别人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是三层的雷克纳提先生，我忘了带大门的钥匙了。我不明白您想干什么。我是马克雷克纳提，夫人，我忘了带钥匙了，您能给我开开门吗？您是谁？雷克纳提。谁说您是呢？我是说我是雷克纳提，我不是我说的，难道还有别人吗？你好，谢维。你好，我迟到了。他来了吗？来了。哦，啊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怎么样？
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知道自己迟到了，对不起。啊，没关系的。我来吧，谢谢。为什么不让小薇亚来呢？没必要麻烦她。好了，谢谢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守时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尊重别人的表现。对不起。你怎么样？还好吧？这个发型很适合你，我的发型。